都是你们五脉干的好事，不就是想拉我入伙吗？哼，行，我同意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了。你记不记？我教训教训你，你不知道谁是爷爷。小心！ 好消息，许愿找到了，现在已经到会场了。刘老爷子都快急死了，要不然还在那儿呢。你赶紧派人去救他。来不及了，直播马上就要开始，刘老爷子已经入场了。兄弟，靠你了。